不好了，爷爷被蛇精抓走了，快去救爷爷，救爷爷。走吧走吧，这个老头赶紧回家。每天吃四顿饭，吃饱了之后还让我嗑瓜子，我都嗑了10斤了，嗓子都嗑哈了了。哎呦，我发现呢，你还真是能做药啊，不光自己吃，还拉着我连吃带喝的，我一个蛇精都快胖成蟒了。你再不走，我吃了你，信不信？你不是收留过好几个孤寡老人吗？其实也不差我一个。你是孤寡老人吗？啊，你那么多的孙子满山遍野的找你，你在这儿跟我装孙子？说实话，我来你这儿啊，是因为那几个孩子太孝顺了。哪有人嫌孝顺的？要是按摩的话，等我按七次吃面条我得吃7碗的，跑圈我得跑7圈啊，能把晨跑跑成夜跑啊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那你就跟他们说呀。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原因，我躲着他们是怕耽误他们的前程。你的孙子都是植物啊。爷爷，你们刚刚说的话都被二弟的孙风耳听见了，我们几个商量好了，确实该出去闯闯。是。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孩子们，你们这突然的要走，爷爷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。舍不得我们就不走了。爷爷在外边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孩子，想好了出去以后做什么吗？我是大娃，力气大，我去当搬运工人。哦，你去了，开挖掘机的都得下岗。我是千里眼顺风耳，我想当交警。你可比电子眼厉害。我是铜头铁臂，刀枪不入，我想当打工人。有出息。我是火娃，我要卖烤串。炉子都省了。我是水娃，我要开澡堂。你们俩人合伙开澡堂子吧，一火一水还能蒸桑拿呢。嘿，我是隐身娃，我只会隐身。以你的能力可以帮着警察抓小偷啊。哎，我是七娃，我会盘葫芦，我要卖文玩。看你这葫芦，至少盘没了仨老头了。好啊，你们是都有出息的。爷爷，就放心吧，我们是金刚葫芦娃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
Thank you.